穆剑锋，以后给各单位送票就你的事儿了啊。是，这他妈哪是我干的事儿啊？小曾，我叫赵雨琴。啊？见到小莫大夫了吗？这是我的号。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了，你不来找我？这么洋气的玩意儿，你男朋友教你的吧？我这种人跟他还没开始就结束了。我一直挺希望你们俩能在一块儿的。以后别再跟我提他了。你他妈和茉莉穿插到哪一步了？你到底说不说？我们分手了。你推我干嘛？别说，你还是先躲躲吧。我自己的事我自己扛。你找不到他的，他进去了。他不是这种人。这个涉案的金额可不是个小数。我可以去借，去凑。他出了事儿，不找我找谁？你为我付出的这一切，我一定会加倍还给你的。连长，你不会是想要买这厂子吧？你到底想怎么干？请专家，搞研发。把钱都卖工厂了。如果我现在在这份离婚协议上签了字，你可就什么都没了。你给我的从来都不是我想要的。离了婚，他就可以没有顾忌去干他想干的事。你还不了我的东西，我会想尽办法拿回来。巴基斯坦要单方面取消订单，民间借贷，万一他们什么事儿不能干？我想请你帮华老公司打一场官司，我不想看到这个厂变成了葬身之地。我今天过来，就是想告诉所有人，中国有这样一家企业，带着梦想，带着使命，正在做应该有人要去做的事情。希望你懂我。下回茉莉可是无房可卖，我能再帮你哦。我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，寒门难出贵子。对不起，我很骄傲地告诉你，我穆剑锋还有我的小伙伴们，赶上了一个寒门出贵子的黄金时代。我们抓住了这个机遇，你说很蠢。